小鹰魔法神奇，谁可阻挡？看我石骨啦，挥挥魔棒，解开诅咒。以多元化为本。小鹰，唔好放弃啊！我今日咧系决定正式参选第四届嘅行政长官嘅。我是龙年出世的，所以小龙，今日我宣布参加2012年的行政长官选举。等阵啊，小龙，包在我身上啦。胜利是属于小狼的，亦都会伸手写你果然是好唔掂啊！我哋系会告别冷漠，车为人。We are tomorrow。